各位下午好，欢迎收看三点的快报六十秒。超过240万名国人将在下个月获得200到400元不等的生活费特别补助。摩托车骑士和乘客后天起在陆路关卡出境时可使用二维码通关，货车司机和助手从本月30号起也可使用二维码通关，巴士乘客则从12月起加入计划。本地的骨痛热症新增病例连续2个星期下滑，截至上星期六的一个星期内新增218起，比前个星期少了56起。本地人寿保险业今年上半年取得冠病疫情以来最佳的半年表现。早前受油污事件影响的扎拉扎鲁斯岛即日起恢复水上活动。以上就是三点的快报六十秒。